昨天晚上在废品站那里买了一个游戏机 Game Boy Color， 是5块钱买回来的。这个游戏机呢还不错，还送了一张卡在里面。这个卡非常的经典，4合1的一个游戏卡，这里写的 Made in China， 那个任天堂 Game Boy， 非常的经典。这款这个游戏机小时候还没玩过，看这个还是一个透明款，但它的前后壳好像颜色不太对，后面的偏粉，前面的就是偏黄，但是整体还是它的质感还是非常错的，非常不错的，只是它的外壳是偏黄色的，有点旧的感觉，就是很旧的感觉。它是应该是2颗5号电池，供电的，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个喇叭，它的电路板都可以清晰的可以看到，清晰可见。它的手感其实还真不错，以前的那个电子产品，它的质量都是非常棒的。像这个 B 键的话，这个键的被我弄丢了，就是我拆开来那个去清洗的时候把它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找不到了，所以掉了，有点可惜，非常的可惜。Game Boy Color， 非常经典的一款游戏机，5块钱买回来当摆设也挺不错的。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50块钱包邮。如果有想要的话，可以私信我或者那个评论区留言都可以。